大伯在后面。我分一个大伯，一大二小。啊。哎，有人，有人。哪里？有在炮塔，在炮塔，炮塔，炮塔。天际线爆甲了。怎样？我拉位，我拉位，怎样？二零爆甲狗狗一级。好，我不要经典了。好。二零一滴。有一个在路上，有一个在路上，有一个在路上。啊好。好了，好了，我去帮你，我去帮你，兄弟，好。哎。哦，我要去拿个外卖。哎，干什么？好，你能好，你们走，直接走，直接走。我应该进不来。看今天。我有大可以打一波哎。我他妈要抢过来了。那我没有雷了。要不要舔包？三个。我也没有雷。刚刚起飞被我断了。我是说，好像这一组很菜。对啊，很菜，我也觉得。感觉可以去捡牌。啊！我看 cover， 他们一直在往左拉，一直在往左拉。嗯，凶一点，凶一点，我们很装逼，我们他妈是警戒。我可以捡，我可以捡。好，我在火力压制。啊！我一直在往左拉。我直接去塔活。我跟你。好，他们到这里了。好。你有神吗？没有。我有。好。看，我有三大补。不行，我没有神。你先去吧，我看着。我一大补。啊？弟。啊。你可要更晚拿外卖了。啊，没有，我已经拿好了。好。这是你的计划。看我想说，去拿个外卖，我要在旁边补个电。结果他们脸上一堆人。我感觉他们不想过来。他们会打人啊！他们会打我们。我们感觉可以拿个车。我包里还有东西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操！这包里直接空空哎。我拿车，这里还有一个包啊，那个包没补了，我没补了，嗯，我两大六，本体你有补吗？有，两个小补，好哟，我丢两个小补地方，然后我去造个大补，等车子开过来。我才二十个小补，二十个小电，啊，没有补，我六大，各有大电。你要补血。从这里进感觉好一点。好。我倒两个大补给你、啊。好。再改一个吧。哎，捡不到，我操！